互相手抓，知影啥人的你阮行，我即马等阮行，等等阮行，等阮行，等也无到，我即马等阮行，等等阮行，等阮行，等也无到，我即马。小虎说他之前阵子就是状况比较不好，可是我觉得这首歌，我觉得他回来了，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持续推出这个很好的作品，我很期待。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就刚听到的是这个小五的《单薄狼》，然后很好听，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放他的 SoundCloud。好，今天就是好切入节目正题，我们今天欢迎我们的豆大来宾，空黑追头，跟大家打个招呼吧。Hello， 大家好，我是空黑追头。好的，那今天追头就很难得，之前有说好几次要请他来，今天终于他。本尊来到我们现场了，对对对，然后 QQ 应该算是我们里面第一个认识追头，就是从音乐上面认识他，认识到他的人啊。那就是 QQ， 你有对追头就是大概什么印象？一开始最早一开始应该是那个什么番薯之子的那个合集，从那边就是听到你跟 Luffy 啊，然后可能我是之前就认识，对 啊， 对啊，是因为合集的关系，所以。Sounds of Sweet Potato， 对、啊、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Sounds of Sweet Potato， 番薯之子、啊，它是我们一个 group， 就是我们就是台湾的一些志同道合的 beat makers， 对，喜欢一些 hip hop 音乐的，就是组成的一个 group， 然后又发行一些就是每个人出一首 beat 的合集，可能在 Bandcamp 啊或什么之类的这样，对，然后好像都是数位发行吧，我印象中，他好像有出过一张啊，有一张有压 CD 那个有 CD 这样。说像刘若英的那个吗？一个女生的，对不对？对，那个好像是我们其中一个团员，那个 Yella T 的那个的不是，好像是我不太确定，但好像是他妹妹，然后他的妹妹在拍照的，然后他其中一个 model， 他的作品这样，哦、对的样子，我记得是啦。所以里面也有 Yella T 吗？有，怎么没听到是？没有印象的。对啊，有。因为我看 YRT Facebook 也有 tag 他的那个，有他，因为我觉得那合集真的很酷，可是好像就是没有什么太大共鸣，破梦这样，也不说共鸣，就是好像没什么在破梦，因为我也是突然间不知道从哪边。其实我们推出也是试水温，就是感觉是就是你喜欢的就自己聚过来这样子，然后对，好像没有特别用力的在破梦或什么，因为我想说好像硬塞东西给人家听。就好像不太喜欢这样，就有些类似这种，也不是硬塞的，真的是很难会知道，应该就只有周边的。不过算是我们自己做，算是做开心啊，因为想说国外或是什么，其实这个 BC 已经就是有一个程度这样，想说台湾希望也可以有一些自己那种可能。一些那种做这种 hip hop 的，这样就是纯 B 的，然后比较也许以 B 为主角的东西，这样的，对啊。对，我就觉得很棒，比现在很多 hip hop 的都还好。你是不喜欢听人家这边饶舌吧？对吧，没有饶舌我也喜欢，可是他们的 B 通常都做得很收拾，口味不同。对、啊，他们的我最不喜欢那种音色听的，就好像里面直接从电脑拿出来的、哦、罐头音色的。他们很喜欢用那种音色。要是先有后置的话，我就身上会中箭这样，插我身上这样。
好的，那刚刚讲说就是有讲到以 B 为主嘛，对不对？那今天 Cornhead 也有带来一些他想要分享的东西，然后之后会带来一小段比较 special 的。那今天就是追头有带来一些要介绍，介绍给我们大家广大听众的歌曲，对不对？广大听众，广大，蛮广大的。好 ，OK，OK。大家想灌，就是对啊，因为我把自己平常一些喜欢听的，然后就是我比较常在听的一些 beat， 就是有些可能是 loop， 然后有些可能是一些比较基本上是纯音乐为主，然后可能掺杂一些我喜欢听的90 hip hop， 然后可能有一些比较稍微有点电子实验一点的。对对，就装带这些东西的，可以大家听听看。有当然也希望就是能够，如果有喜欢这类音乐的朋友可以来找我的。我真的不知道到底有哪些同好这样，你知道吗？对，我要那个老王卖瓜一下，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们都有办 B Maker 或是 Do Someday 的活动，所以我们还有机会就是认识像追头啊，或者其他一些在做音乐或是喜欢音乐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多多来参加，十五月又有的人，对，十五号这月改到十五号，一样在 K 音乐，到时候这个资讯会公，可以上我们的 Facebook 上面看，对，对，很健康的活动，下午的活动啊，现在就是已经在放 Cornhead 的歌了，没有，我还是放一个 background， 对，好，现在追头要带来第一首歌，啊，等一下就是会稍微介绍一下。他没有排歌单啦，就是他今天有带一个他整理的资料夹，然后好的，就是一些比较礼拜三嘛，下班以后大家需要 chill 一下，就是给大家放松的一些 beats 的音乐。好的，那这首歌要先说一下吗？这首歌应景，现在那个 Straight Outta Compton 那个上映，这首歌的 acapella 是拿那个 Easy E 的那个。Swing 40吧。然后 B 是这个 B 妹，大家可以听一下。所以这部电影你冲了吗？没冲。好的。等没有，没有人要去了。等一下，晚点，今天太晚了。From the homie sick chick, you're the homegirl, but shit, you're like a loose goose. So give me a couple of dollars so I can bring you back a new stew. We'll bring BG Naga back a motherfucking 40. So me and my nigga Big Boy can go and cop some endo. And we'll be right back at you niggas with a quick pass. Christ, and don't forget to buy a couple of packs of Zig Zags. Got to the store, all the 40s was kinda hot. Get the shit or not. Now let's roll to another spot. Back in the fold to another store. I told you the store on 124th, keep the cold brew. Go down to Segundo and on Wilmington, make a right. The store ain't in sight. Nigga, it's right past the next flight. Pass across the light. Now here's what you gotta do. Get in your left lane to make the motherfucking you. Let's get 1040s and at least 1022s. That should be enough for the whole motherfucking crew. Plus they got endo, a nigga's gonna be double, bitch. Oh, give me some six eggs and two packs of double, man.我真的觉得，我第一次知道这个追头的部分，就是说，因为我一开始都觉得 B Maker 都很神秘啊什么的，可就是有一次就怎么讲 ，Sonia 去德沃表演，然后那场也有追头，然后他就说追头很好聊，什么叭叭叭，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然后之后来 B Maker， 觉得他真的是还蛮简单的，就是怎么说，就是啊，反正跟他聊天很舒服啦之类的，就今天。你把他请来现场，让我们舒服一下，还有你知道让大家知道他有多舒服。什么奇怪的讲法？开玩笑舒服。还有上次有一次那个啪啪完之后，我跟 QQ 要回去要做捷运，然后也碰到了，就是就是我之前蛮欣赏的 Luvia， 对，他本人也是亲切一百，也是对，也蛮舒服。觉得就是还蛮讶异的，就是哇，真的是做这种舒服音乐的，但知道不一定啊，就是做舒服音乐就是真的还蛮 easy， 都还蛮舒服。对，讲话就是不会，就是好像很谦虚啦，反正就觉得就是过分谦虚之类的，对，让人家感觉就是完全没有，就是很想跟他亲近，然后他们也会不私的跟各位分享他，你有问题问他，他都会回答。
哇，这首歌我废话这么多，完全没有听到。好的，那现在就继续的欣赏醉头今天为我们带来的选曲。这个刚放的那两首啊，基本上都是以 loop 为主，对不对？然后他们基本上我会喜欢听这种 loop 的音乐，就是其实你不用想太多，它很像背景音乐这样。然后它就是一个很固定的一个律动，可能几个 bar 几个 bar 这样。然后你听它的音质，听它的音色，听它的一些可能分这首歌分四个元素，还是可能那四个元素的。你去听它这四个元素的选曲，就是一个很单纯的东西，很像一个很简单的食物这样，就是对你就是偶尔你就想吃一下，想吃一下，它不是这种复杂的菜，就是 hip hop 就是这样子，对，简单的菜，对了，就这样，人家说 hip hop 很像那个捞霸崩这样，就是大卤肉饭大家都会煮，卤肉酱油白饭。对，什么？然后可能有些人加个什么糖，有些人加个什么？对，五角，然后味道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可是大概可能你走出去外面100家都在卖，可是你就是特别喜欢吃几家，有一些味道就是对。可是它不是什么那种什么很复杂，什么宫廷料理、法国菜或什么之类，类似这样，就是、不需要很长的时间。感觉就对了，对，就是感觉对就是对，就类似这种感觉。我同意。你同意。OK。所以现在要放的这首是。刚刚放的那首是 Deal With Us 的那个，他这个歌名好像是叫 Passe 吧，我有点忘记了，应该不是英文哦，他是法文，好像是法文。我因为我要上这集，所以我 Google 一下，好像是要查一下，对不对？对，我要 Google 一下 Passe 是这样吗 ？Passe 之类的，反正就是他意思好像是过去的意思，只是法文这样了。对。不过你可以听到刚刚有歌音质超特别，就是那个就是很多那种。炒豆声之外，然后那个音质也很脆啊。那个脆的声音就是我是知道他这首歌好像是用那个，好像是用 MPC 3000做的。对。所以他那个鼓的声音是那个，就是有一些特别的削减，所以就是蛮特别的一个音质。对。所以机器不同，出来声音也不同，对不对？嗯，没错。就是其实现在的电脑科技或什么之类，你要去那种模仿这种。以前的90年代或什么那种的音质也是可以做到，但是就是
你可能要稍微调一下，或是你可能要一些 preset 在你的那个软体里面，也是可以做得到啦。不是说你直接用那个机器，所以它出来声音就是这样。对啊，如果你用那个机器的话，你基本上你出来声音大概会有一个痛调，所以、嗯、对，那也是。所以他们会特定用特定的机器。对，因为我很喜欢就是90的嘻哈嘛，基本上它就是那个也是有一些特殊的音质。对，然后现在这首呢是那个。也是一个法国的 rapper， 好像是法国90年，他到现在都还很活跃，从90年到2000年，然后他叫 MC Solo， 然后有点 jazz rap， 我蛮喜欢的。Elle se baladait en chantant la la la. Quand je l'ai rencontrée, j'aurais aimé être la tante. Dans les premiers rapports, elle me fit du mal. J'étais le mâle et la femelle fait mal. Dieu sait qu'elle, sait qu'elle, sait qu'elle. Acide et douce, elle la citronnelle. La miss me laisse par son acte con. J'en donne l'abscisse, mais cela reste abscon. J'ai un esprit sain dans un corps très sain. J'ai fait le bien, mais elle est allée voir plus loin. J'en garde des séquelles, mais je sais qu'elle sait que le silence est d'or.Alors je me tais. Sur la plage des costauds joue au domino. Elle me fait constater que j'ai moins d'abdominaux, que je n'ai pas les triceps de Sylvester Stallone, mais ça me froisse le cortex. Je m'appelle Chloé, m'appelle Chloé. Dieu sait qu'elle, sait qu'elle, sait qu'elle. Vive ou vivote dans mes airs sensoriels. Pourtant que la salle non macho, je n'étais pas collado. Une vie d'infériorité dont te taxe Rousseau. Du fait de 1m78, oh, belle, elle a du bol, la demoiselle, oh, elle se trouvait défaut, je trouvais qu'elle était belle, j'en garde des séquelles, mais je sais qu'elle sait, que le silence est d'or, et d'or, alors je me tais. Ça, 可以吧。刚刚互动一下，跟观众互动一下。Mais la du bol, la demoiselle, elle se trouvait défaut, je trouvais qu'elle était belle. 所以你们都正常吗？因为我们这边明显是Aujourd'hui, je sais que j'ai été un imbécile. Elle était presque ma presqu'île. Les beaux parleurs ont beau parler, la belle Adèle reste à mes yeux de toute beauté. Ce qui est ce qu'elle sont les séquelles incrustées dans ses yeux de miel. J'ai tenté de répondre à ses besoins en m'inspirant du fin. Cela fait des années que je suis classé dans les bons, mais bon, le fond de son silence me fait monter d'un demi-ton. Elle m'a fait comme le souvenir de son sourire. J'en garde des séquelles, mais je sais qu'elle sait que son silence est d'or et d'or. Alors je me tais. Dans Reuse, il y a un autre étranger, il est aussi français, il est très intéressé, il m'a fait écouter.法国 Under Funk 的老师听起来也都很 get， 我印象中也是啊，我记得好像这首感觉就还好，没有到那么。我以前听法国老师的印象是好像就是光头老造型的那种，对，很硬的那种。对啊，他们的 grooving， 然后或者他们的里面感觉比较不开心，不开心。对啊，就比较 get， 感觉比英国还要 get 那种。下一首要吗？现在是那个烤肉酱广告。哦，我知道这个哎，我知道这个哎。我有剪，你要不要听？对，我们可以一直 loop 起来。OK， 好，我下一首的话，我想要讲一下，就是对我影响蛮深的，就是那种 lo-fi， 就是低传真的音乐。然后我当初第一次听到 lo-fi 这个东西的时候，就是想说，哎，就是还蛮 surprise 这样，惊讶。然后尤其从这个 beatmaker 开始，他也是其实也算是有点 underground 这样。然后对，然后他这首歌就是还蛮。超反常的，就是我从来没有听过人家这样做，就是他那个你待会大家可以听一下，就是他那个 bass 根本就是直接给你爆掉，他根本不管，对他根本不管，他 bass 直接给你爆掉，然后把所有东西都，因为他可能压缩比较重，所以
他就可能把那个 bass 一出来，把所有声音都压下去。可是就是他就是一种就是觉得我随便怎样，我就是爽就好，对对对的那种感觉。所以这首歌对我影响很深。我想说他 YouTube 点阅率好像才三四百吧，这首歌。可是我就这首歌好像有这个名字我有听过，可是我不知道这首歌我有没有听过。好，对，这个 Beatmaker 叫做木九琴，他是日本人。然后对木九琴，他基本上他那个发行过，就自己独立发行的专辑超多，然后大家可以有机会可以去听一下，就是 free download 嘛，对，好像基本上都是 free download， 对对对，他也是 SP404， 就是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这台，对，就是我今天有带来这台，来等一下追头会 solo， 耶、yeah, ，对，他基本上也是这个 SP404 的爱用者这样，然后就是在上面研发很多技巧，几乎作弊都是用这台，这样大家可以听一下。Okay.喇叭没有坏掉啊。一阵傻眼，对对对，不同了不同了。这个也是，他的声音也是很怪。OK， 他的 sub 很重。啊，是没有像刚刚那个这么 Rusty， 那也是影响我很深的。啊，也影响我很深。应该影响蛮多人都很深。OK， 一个 remake， 他是很酷 ，LA 嘛。啊，对，好，那我等一下再放另外一个也是有点风格一样。Russ G 也是那个、啊，就是 SP44 的对对对爱用者，从他身上学到很多就是 Live 的一些技巧的。可是他是不是有压一个底在那边？因为我看他有时候他有电脑会放在旁边，嗯，可是他还是会用404。就如果稍微那个有时候茶余饭后吃饭的时候什么的，就会研究一下他的 Live Set 到底怎么做的。我看过他几个 live 在，其实还蛮单纯的，就是他可以一个那个笔垫在旁边，对对对，然后一个output 到那个 SP， 然后 SP 的有一个那个 external source， 就是可以从外部音源，他基本上他的歌就从电脑放，然后他 SP 做效果跟音效，其实是很简单很简单的 live set 这样，对，所以他就是这边只是做音效，然后他其实有个主轴在电脑这边放，做音效跟做效果，对，类似。欸、其实这个本来就是一台效果器、啊啊、，SP4 跟李翰的用法差不多。跟李翰，李翰就是拿来当那个像孔锵老师，还有按一些效果。啊、哦，对对对，这台也是孔锵老师的爱用款，对不 对, 對、哦？对啊，对啊。哦，还有那个什么 ，Buddy Beatrice 也会用这个，那个 Natural 的他们的 DJ，、他们是两个，然后其中一个他就会用这个去 sample。这用法很多元啊，因为它也是取样机，也是效果器，然后。你要拿来当鼓机，你要自己想办法把它用成那个有 sequence， 它其实有 sequence， 可是其实很难用。但是，对 对, 對，你要如果可以做出东西，也是会很有个性。个性不一定是好或坏，但是就是很有个性。像刚刚木九琴那首歌超有个性。对对，我喜欢有个人特色强一点的音乐，这样不一定要就是可能有一个路线或什么这样。对，反正就是它比较特别的地方。对，可我觉得像 Rusty 也是这样，因为他也是每张的 balance 也是不太一样啊。我之前有听过那个 Rusty 有一张专辑啊，整个真的好吗？叫 Raw Fruit， 也是大爆音啊。然后我也是很傻眼，因为我想说他其实是蛮有那个就是怎么那个资源还不错，就是可是他还是就是走他的路，所以我觉得蛮帅的。
一样是那个也是 LA 的，也是印象我蛮深的一个 B Maker， 人家路线跟这完全不一样。我是他的新专辑，他叫 Tips。撞哥，撞人，对对对，这是他最新，我发现。你不放 Tips， 你还是可以放 Tips。对啊 ，Tips， 他就除了他作品之外，他还会画画。对他之前的那些封面，之前几张封面，哎，杭菜应该算有发的，那几张就是他会做一张拼贴，然后跟画的东西合在一起，对，其他蛮好。如果说到那个专辑封面或是什么艺术那种 artwork 啊，我也蛮喜欢拼贴风格，因为拼贴风格基本上就是跟嘻哈的那个。基本上原理是一样的，就是把东西东抽西抽，剪纸，然后贴出你想要的形状。然后说到 tips 啊，那个我记得他，我也有稍微研究一下啦。有没？还是有没有？听不出来的。我记得他那个做音乐啊，我记得他有说过，他也是用那个，我不知道他现在啊，可他之前也都是用那个 FL Studio， 就是 Fruity Loops。本来不是都用那个摄影师在他，我记得他，因为我资讯是这样，就是他摄影师好像用做现场表演，对，可是他做歌好像都用 FL Studio， 然后我就觉得 FL Studio 就是真的你会用就会用，就是不管那个你的用的鼓机啊，还是你用的作曲的东西是什么，重点是人这样，对，就你知道他有才华，就是可以做出这么厉害的音乐。也不是刚有画外音，没有前提，因为我自己本身用过 FL Studio， 觉得不好用，我觉得好用，你觉得好用？不要，觉得好用，我觉得好用，可是我觉得它的那个做某一种类型的风格的歌比较适合，比如说舞曲，比如说也许做一些 hip hop 蛮适合，可是它的我觉得它的效果器，除非你挂一些那个外挂那种效果器，不然它本身的。一些效果器或是什么的话，我觉得有一些限制的地方。可是我觉得厉害的人就是管你用什么，限制再多，他就是做出很厉害的东西这样。事在人为啊，事在人为。谢谢你的结论。用什么东西都不重要，重点是你做不做得出来。对对。所以下一首。在城市的那个 grooving 啊，前我非常喜欢在就是在路上闲逛的时候听，像 B 这种东西，就很城市的 grooving 啊，淡淡的忧伤。哦，你要放 tips 当背景。tips 你把它当 background。电脑硬碟爆掉了，跑比较慢。所以，最后你平常听歌的话，都会听很仔细，对不对？比如说，他真的是什么音质的一些质地，还是他的那个，比如说他用的鼓声啊，什么什么的，因为。之前来就是 Beatmaker 的时候，就是追头提出来的问题，都是那种平常一般人都不会去注意到 的一些细节的部分。你平常就是听歌也是都怎么讲，都会怎么讲，就是怎么说，就是喜欢听一些很比较细微的东西之类的，你觉得那比较吸引你的？我觉得这个习惯是从那个，因为我听 loop 跟 beat 开始，因为你知道 loop 跟 beat 像我刚刚说的，你知道根本就只有几个元素而已，然后整个起承转也没什么起承转合，就只有什么几个四拍，然后换几个四拍这样一直重复，所以根本就是强迫你去听它里面每一个元素这样。这个习惯我猜是从这来的吧。然后就像我说超简单的东西，如果你要做的很无聊，你食材不精挑细选，那为什么要吃这么简单的东西？我不如吃一点那个比较豪华、比较高价位的东西，这样越简单反而越难。对，越简单，你就是你东西就是要每一个都到位，每一个都到位。所以就跟那个我说那个痛啊，
你的鼓的痛啊，你的 sample 的痛啊，都有关系。基本上 hip hop 就是那个 sample、kick、snare、hi hat， 基本上最基本的组成部。刚刚 QQ 说那个嘛，那个 tips， 对 tips， 好像走在城市的感觉。然后其实我也蛮喜欢听就是这一类的东西，就是第一个我很喜欢环境音乐，然后它像这种那种 live recording 的 feel recording 的东西，就是你看我现在就很想就是静，我现在就很想静下来听，你知道，就是它到底有什么声音，然后你会幻想那个画面，超有画面感。对，他们有些。对，这一类这一挂的音乐就是有机的电子乐这样。所以你有听纯环境音乐？有啊，我之前他也是有就比如说、哦、他在什么森林里面的话，就是我之前买过好几张 CD， 一张叫森，一张叫雨，一张叫雪。所以是日本那边的吗？没有，就是之前有我忘记哪个厂，好像是台湾有一些代理商，就是在卖一些那种环境音乐啊、睡眠音乐啊，然后说什么给你阿法波啊什么之类的，你的头脑清。我真的听，我就真的放在房间放很大声，然后睡觉或是什么休息我就听。那一阵子，我是真的很爱环境音乐，然后后来我又发现有人哎。欸没想到有人可以把电子音乐，就其实各种元素都是可以结合的，也有人结合 hip hop 跟环境，也有人结合电子跟环境。其实它就是一直是一个元素，大家会喜欢用的东西吧。所以我自己也尝试做了几首，就是可能以一些生活周到的素材，或是比如说你敲杯子的声音，或是比如说你走路的声音，你搭捷运声音或什么类似这种东西，鸟叫声或什么都可以放入歌里。就电子乐其实就是比嘻哈还要就是什么东西都取样，就是电子乐的意义对我来讲。那我们现在来欣赏一下这个这首，大家进入一下环境。Ran riots while the black kid rapped, and the story of a city and the hatred for the piggies fuels fire, and the bones was always prone to see the spliffy. Another young boy in a grave with his picture on my shirt. Rest in peace and may you lay up in the heaven sipping henny, smiling at the city and your sony cries, Daddy.
Might have you hit the CMB king, but I promise I'll bless him with the money that I win. He's even got that same fucking smile. Laughs when I piss a fucking sing about hell. One stomach fucking got arrested in the tail to the sounds of the pigs. 92 got him, so I'm getting him again. Black militant back up on my 92 shit. Pants sagging, nigga, right? It's with a 92 bitch. Born in 93, 1993, 93, pre-millennium, a little bumblebee. See, me, I mean, I was a warrior on a mission, was running a fucking gun and then shooting my own decisions. Black, sell a fucking ounce of crack. Mama said to give it back, money of her honeys, but the dream was to fucking rap. Walk around the city looking pretty, but we're city rats. The intuition, my tuition was the streets. Junkies sucking glass dicks, babies trying to eat. And then Janelle came along and sent a beat. Hip hop fucking history. Sipping Guinness's fire flaming predicaments. Snatching the purse to feed a habit, drugs were prevalent. But the prevalence of heaven just a stain on its relevance. Mama said to get him swap. 好的，所以刚最头说，就是要是对 B 这有兴趣的话，可以来找他。那有什么管道可以，就是得知到你的讯息，或是听到你的歌，或是跟你本人联络到？不用跟本人，要到联络嘛？然后被有一些奇怪的电话。Facebook 可以找那个空黑追头，我大概前上个礼拜才成立。才创立这个公司，好像是哦，好像是哦，要赶快那个冲一下人数，这样，不然现在连百都没破，有点落寞这样。没关系，然后快，我妈基本，然后或是在 SoundCloud 的那个 SoundCloud 打空 head 追头，或是在 Bandcamp 也是，基本上大概这几个地方这样。对，我可以问你一下，为什么要叫空 head？ 好问题，没有啦，因为其实。对，那是个电影，那是个电影。很多人问我说，是因为我特别喜欢这部电影吗？还是头型的关系？哎，对，哎，真的是头型的关系，你猜对了。是吗？我还好，就是我大学的朋友会这样说啦，就是好像摸起来有点稍微有点尖尖的这样。然后，所以我以前绰号叫阿追啦，然后加上我的那个就是个性比较容易，有可能稍微有点健忘，就是。就是他们说那个腿腿的这样，对对对，阿追是这样来的。但是后来我就想说，想说取一个那个 artist name， 想半天，我想要追头，对，追头空 head，OK。然后刚好我又很喜欢就是一些复古的东西，然后那部电影蛮老的，然后他刚好，不是笑片，不是，他是有点恶搞，他不是外星人。笑片，对，以前都喜欢拍这种片。他也是演《魔鬼克星》那个、啊。哦，对哈、哦。对啊，是爸爸嘛，对不对？魔鬼克星。他我说他爸爸是。哦，对，爸爸，对，爸爸。哎，他女儿在里面还有模仿那个，类似像那个叫李勇那部片，那个叫什么？什么追杀令？对，他一样穿那个 M1 的，然后戴。你说他女儿吗？跟那部片好像比那部还要更早，应该是。就李勇。对啊。可他那时候就穿这样，他在里面有一段，他就是他女儿变叛逆，然后他就穿这样，然后好像还在他的那个锥头上面刺青，我记得，因为那是我小时候的电影。OK， 好的，今天总算是有帮各位解谜到，就是为什么叫锥头 ？Jimmy 为什么叫 Jimmy？ 就是我小时候，就是很多朋友觉得没有啦。之后再说，今天主角是追头，对，阿追，今天主角阿追。好了，下一首歌 QQ 要为我们带来一首，不是我是追头，是你吗？又是追头，是不是？好 ，OK OK， 这首歌应该也是 B 的作品，没错。然后这下一首歌那个 B Maker 是叫 All Believe， 然后他他的特色呢就在于，好，第一个他也是做那个 SP404 的，用 SP404。第二个特色呢，他就是超，其实他也是没有在跟你管那个，对，没在跟你管那个 beat 有没有就是 on beat 这样，他就是超级 off beat 的代表。然后可是他的 off beat 就是用他的身体去感受，他可以带出一个很特别的律动。我觉得现在还蛮流行这样，就没在跟你管什么第二拍、第四拍要 snare 或什么之类的，就是他就是整首歌就是一直他一个固定。所以他在放歌都会律动很
对对对对对，可是我很喜欢这样，就是我很喜欢那种就是很难抓拍点的那种 hip hop。可其实这就跟我们喜欢 bass 音乐一开始有点像，他的拍子也是比较不一样。你要加入，你要加入，对，欢迎特别来宾。其实好，没有你先放。对啊，因为我觉得其实 bass 音乐有一些也是这样，他也不是那么的，他跟 hip hop 的感觉。B 的这个 off B 的做法真的是非常过分，有些过分到就是，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到底 off B 有多过分，到底有 off 有多过分。多過分啊，我想问你个问题，你是不是穆弘一？是的话，就是在上面说是。好了，结果呢？这首歌好像没有 offbeat 的很严重。追头好像要帮我们找一首就是比较 offbeat 蛮过分的东西给大家听听看，这样大家期待一下。OK， 那误会你了 ，Troll Monkey， Good job， We love you， 我们爱你。其实我本身也蛮喜欢，我以前很喜欢那个有一个叫谁啊，有点忘记，反正他做的歌也是很 off beat。我觉得那个东西我听的，我那时候听 B 的东西，就是他们也会怎么讲，就是那种小鼓会有两个声音，然后就是会在落在不同的地方这样。我那时候觉得就是。B 好像感觉都是要长这个样子的，我知道啦，可是就是会特别找出来听，会去听的。我那时候听的就是那种会拉拍拉拍之类的，差不多是那样。刚才那首呢，没有很 OP， 对不起。不确定我在走会不会，还有点 swing 啊。然后现在 QQ 提供一首好不好？我不确定会不会。没有，我刚刚说那个 Oblivion 这个 artist 就是启发我这个 OB 的东西，但是刚好那首没有很 OB， 但是他那首就是有点 swing 这样。然后我对 swing 这个概念也是，就是我后来发现，好像基本上，当然不是，就是大家都知道 J Dilla 嘛，但他不是真的把。他当然不是第一个做摇摆的人嘛，那可能前面的某一种曲风，可能爵士或什么就开始了。可是 Dilla 是真的把就是 swing 这种东西，就是真的把他在 hip hop， 我是觉得是真的发扬光大，把他做到很极致的一个人。他做的 soul 啊，他做的 hip hop 就是真的是让你感觉就是好像一个真的人在打鼓一样。对，这很重要，就人性，音乐有人味，对我来讲很重要。Q 现在贡献，我不确定这个有没有啊？不是我最近喜欢的这个。这个叫 Cola。好，这首歌很明显的很 on the beat。好的，那在这一长段的分享音乐之后，追头等一下会给我们带来一个 special， 他的个人的，刚都是听别人的歌嘛，那现在就是他会用 SP404来带来一段就是 live set， 那里面就是他可能生活中还是取样的一些东西。他的歌曲，或是他的一些生活片段，等一下会用 mix 的方式就带给大家。Jimmy 都会挑那个歌最精华的地方开始讲话，然后那个歌的精华地方就没有了，然后就废话了。
第二个金。Shout out to 我们的旧朋友修修旧鬼，还有这个那个什么那个什么山那什么什么太阳光男孩还在吗？我也不知道，在吧。好，所以那个追头，你最近还有就是推出什么新作品？最近有在做歌吗？最近就慢慢的进度很慢，可是还是有就是慢慢做一些东西，但是都还没有正式的发出去。如果之后有累积到一个程度，或觉得成熟度够的话，再跟大家见面。B Maker。那最近有什么？就是有人，比如说像 Luvi 啊，或是什么比较台湾 B 的一些人，有要邀你什么做什么计划吗？就你们这些 B 圈 B 性的人，有没有什么计划？你们透露一下什么的？计划的话，之前是一直有的。就是我们就是当然也有一些和解的东西有在继续，可是问题是，还没当我们就是大家都还没觉得还没 ready 的时候，就是还先不会发了这样。然后如果最近的话，近期的话，我跟那个黄茶，然后大叔，然后因为那个讯息还没 release， 就是可是这个黄茶有邀请我，就是我们大概在11月14号左右吧，就是他们会有一场表演在 Revolver。然后，应该到时候我也是会用我这台 SP404这样，然后也许黄茶也会用。就是大家如果对我们今天放的音乐啊有兴趣的话，到时候可以到场去听一下。嗯。好的。接下来是，刚已经被 Jimmy 偷放到一点。布袋梦，下一首歌《布袋梦》，他日本的 Beatmaker 对我影响也是超深。他基本上他也是就是你知道 Dilla 那一派的，就是 swing 很重的那种。然后每一个鼓，每一个大鼓，每一个小鼓，每一个 high hat 都要很有人味。可能轻重，可能那个稍微就是超级一点点的，就是延那个延迟往后延一点，然后稍微往前一点，就是能够造成你那个律动。再来就是因为这首歌，大家一听开头就知道这首歌 sample 是什么歌，基本上你一听就知道，我就不讲。然后可是我想说，他既然能把这首 sample 完成这样，我想说真的是超有创意，我从来没有听过有人可以把这首 sample 完成这样。OK， play。Oh yeah. One more in love. Yo, drop that Buddha monkey. It's a lot of honeys in here that need to dance and vibe out with us. Come on. Yo, I'm in love with every last one of y'all. I ain't even bullshit. Listen, this is some Lonely Hearts Club shit.Not the joker with the diamonds dealings, but the confessions of the lovesick. Just let my type of chick step in the room. My eyeballs turn to hearts just like on cartoons. Heart jumps out my chest like I'm choking on kush. Cause I wanna tax the tush and impeach the bush. But it's more than just lust.、What? Plenty of love gushes if you're sexy and sweet. See,、mm-hmm. I hate sour pusses.、Yeah. I've been called wusses or a sucker for love.、Uh-huh. I sprung, sometimes I'm damn near.、Word. But hell, how can you blame me? Look who's up in the club. Mm. Mm. Mind me of a young Pam Grier.、Uh-huh.She's sexy, smart, and down to earth. What? Ooh, that's just my style. Right when I'm thinking about bringing her into my world, then a homegirl gave me a smile. Hey now. Japanese girls rock, rock on.
Australian girls rock rock on. Can't forget the African girls rock rock on. And plus the Greek chicks rock rock on. Can't forget all the French girls rock rock on. And the German girls rock rock on. Oh yeah, plus Chinese girls rock rock on. And the fly ass Korean girls got my baby mama. A bunch of homies call me a dummy or a dunce, cause I meet a broad once and talk about it for months. Like honey from the record shop buying mad wax. Hello. Said she got the album and she make tracks at a house around the corner. What an honor it would be if we went there and smoked one, just her and me. I agreed and she grinned. Okay. Now I'm thinking freak shit till she said my boyfriend ain't gonna believe this. Now what's the job? No longer an adventure. A case of an MC respecting a fan. A man was gone, but if I tried to hit it out of disrespected two fans, understand? So what another good one is taken? There's so many of them, I never let it get to me. I should start a ministry, become a cult leader, either that or a Mormon and practice polygamy. I got Vietnamese chicks rock rock on, and New Zealand girls rock rock on. Can't forget the Hawaiian girls rock rock on, and Okinawans rock rock on. Can't forget the Lithuanians rock rock on, and Liberian girls rock rock on. Can't forget the Egyptian girls rock rock on, and the Persian girls, y'all my baby mama. And not to mention them reggae festivals, oh what a spectacle, exceptional beauties. Give me cramps in my neck, muscle tingle in my testicle, twinkle. 我觉得这首歌超酷的地方就是大家那个 sample 啊，它可以就是可能中间有一段是几乎没有声音的，可是它用那个它的 bass 去衔接它的 groove， 所以就是我觉得这首歌它很有创意的地方。因为有些人可能想说，我 sample 就是把这首歌做满。然后我没有旋律的地方，我会很担心，就会不会很无聊或什么。但他有点我不知道，就是我没有想过，就是还可以用 bass 去衔接整首歌这样，类似这种感觉。然后下一首呢，下一首是来自台湾的一个 beat maker， 然后这 beat maker 呢叫做Jup， 应该叫 Jup 吧，就是因为我还没跟他真的见过面，但是我之前有跟他网上有认识，他也是有在做 beat， 然后他好像是来自宜兰这样。Lantown， yeah， Lantown。他跟 Simon 蛮好的，同乡，对对对，同乡。Jup， 他好像我不确定他，但是他好像就是有一些就是他自己的那个 vlog 或什么，他敢有在做一些设计东西，但我不清楚。对对对，但是他我很喜欢他的东西，他也很喜欢我是这样。然后他这首歌呢，是我觉得他下一首就是我觉得他就是超重的这样。他下一首歌呢，歌名叫《或者演了》，或者演了。他的 sample 呢，中间有很多 一大段的那个中文的对白，他是来自那个取样自那个《鬼子来了》这部电影的对白，对，《鬼子来了》这部电影的对白，老片，姜文没错。他的第一部吗？姜文的第一部，知道的，没看过。所以这首歌叫《或者演了》，Eyes Closed featuring 姜文， yeah. 大家听一个。换句名，没有，我要放一首歌叫九九九。因为昨天看，我昨天也本来想说你也要放九歌的。我操！啥叫啥？我操！能干啥？信不信？干干！那就好好信。接下来就是我是吉明，还没有。接下来这首歌之后，可能还会有一首 QQ 分享的，之后就会进入我们的就是 guest mix。然后这首歌，我最近听到蛮喜欢的，是一个新加坡人叫 FZPZ， 这首歌是很日本风味，我很喜欢它。中间有一段很棒，我真的非常喜欢，大家先欣赏看看 ，OK。
跟今天的风格有差，就是京都风，没有京都风，你就想到那个谁是不是 ？OK， 大家欣赏一下。哦，菜。OK， 这首歌跟今天风格有点差，就是大家听欣赏一下。好的，那现在接下来就是我们追头带来的 Guest Mix， 然后呢他会用这个 SP404 为各位带来 这段演出，那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好好的欣赏一下咯。 好的，
how to sell records like Snoop. I'm interrupted by a doorbell. 352. Who the hell is this? I gets up quick, cocks my shit. Stop the dogs from barking, then proceed to walk. It's a fist I seen before. My nigga said he used to swing on the 16th floor. Shit. I look deeper, I see blood up on his sneakers, and his fist gripped the chrome forefinger. So I dip, nigga. Been on speaking, he tells me C-Rock just got hit up at the beacon. I opens up the door, pitiful. Is he in critical retaliation? But this one won't be minimal, cause I'm a criminal. Way before the rap shit, bust the cat shit. Buff won't even know what happened if it's done smoothly. Silences on the Uzi, stash in the hoopty. My alibi, Henry Kitty. With the Uzi that done fuck Big Pop. Head spinning, reminiscing about my man C-Rock. C-Rock. Hertz 的那个单一的声音，大概就是呜呜这样的声音。好，当然我嘴巴发不出。Check it.回去了。我会变的。
期，我不会忍不住像你这样的弟弟的。一说话就很凶，就脸红，像个小姑娘。我妈就说我是个小姑娘，没出息，恐怕改不了。这也不是什么错误，改它干嘛？好的，今天谢谢我们的豆大来宾，空黑追头 Mr. 阿追，谢谢今天他带来的 set， 还有一些他的分享。那这礼拜六也是会有豆 Radio， 下午四点到五点或五点半。今天是由我们的怎么讲，我们的外籍佣兵，没有啦，我们的好朋友Randy 会带来礼拜六的节目。好的。那今天也谢谢各位收看我们的 Radio， 那礼拜六见喽。还有这样的入境吗？好的，然后那个11月15号有我们的 B-Makers， 也是在 K 音乐 ，K 音乐在哪里？什么路？忘记了。龙江路的 K 音乐，大家我们已经先有建了一个新的这个怎么活动页面，对对对，那大家就是点我们豆的粉丝页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活动页面了，然后也希望大家共襄盛举。今天这次会有那个新的场地，就是他们地下室，然后有投影幕，就是设备升级。可是好的，反正大家可以过来看看。好的，那大家礼拜六见喽，拜拜！谢谢各位收听收看，谢谢空黑，谢谢 QQ， 拜。